连连滴落在湖泊，苍穹在闪烁，命运的锁谁能斗破，无畏因果。岁月难辨的善恶，流于世人说，你和我如影般婆娑，他虽虚妄蹉跎，燃熄人心火，执着执意的灼，时光翻涌成夏，冰箱为我戳下，燃熄人心火，执着依然执着，天地生死相依，承诺不移的承诺。白山，白山，白山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哥白城留给我的白家斗技，名为大泪眼，刚好可以克制萧炎的火系斗技。我本来打算用它在强榜赛上对战萧炎，可现在没机会了。吴昊，你的火系斗技并不能完全克制萧炎，但有了它，绝对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什么意思啊？针对萧炎的功法啊？白山，只是今年不能进塔断体而已，你潜心修炼，继续努力，好长老待你一向甚好，定会为你再争取进天坟炼气塔的机会啊，你不必如此气馁啊。吴昊，你这怎么回事？你斗气呢？废了，被萧炎给废的。郝长老说了，我再也不可能练回来了。这事只有你、我还有郝长老知道。我恨萧炎，但是我已经没法再战胜他了。打不了强榜赛，进不了天坟炼气塔，十年一梦碎了，我的前途也毁了。我白山没有别的朋友，只有你可以托付。这卷斗技你若拿着，我便知道有人可以替我堂堂正正地战胜萧炎。这卷斗技你若不要，我也只能带着他遗憾的离开学院。说什么离开学院？这斗技你要还是不要？那我先替你收着。萧炎，萧炎，萧炎，找你半天了，你怎么在轩儿房间门口啊？你大哥来了。我大哥来了啊？他一定是来看我打比赛的。不是啊，你大哥是被人抬进来的，他刚进迦南学院的时候已经浑身是血，奄奄一息了。
云岚宗要把我萧家赶尽杀绝是吗？萧炎，我要回加玛帝国，我要让云岚宗所有人陪葬。你这么冲动有什么用啊？连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，即便不管不顾的回去了，以你现在的能力又能做些什么？你大哥气息极弱，需要马上救治。 现在最重要的，一是保住你大哥的性命，然后才能问清因由。第二，你还是要把强榜赛拿下，进到天坟炼气塔里。那怎样保他的命？命是一定可以保得住，只要你冷静听我说。好，我听您的。我现在的情况还不能出纳戒亲自医治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丹药，暂时稳住你大哥的情况。等到你打完了强榜赛，我们再想办法根治。 多谢你的药，我只能暂时稳住他的体征，但不能告诉你他伤势有多严重，否则你必不能安心去打强榜赛。与其说我稳住的是他的身体，不如说是暂时稳住你的心绪。 你看这个了，现在看太早了点儿。你看这个，这个是和你。队长，怎么？看看。哦，你这个不错。会把什么呢？这么神秘。哦，听说萧炎大哥被送进学院了，好像伤的还不轻。啊！你现在连最开始都不如了，明天就是枪榜争霸赛了，你这样如何出战呢？ 这少雪琴也是什么斗技啊！你要变强心，要定心啊！说的容易，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就是我大哥昏迷不醒的样子，我的父亲和其他族人不知道现在如何呢，叫我如何平静啊？现在你就控制不住情绪，将来面对更大的挑战、更大的压力、更惨烈的情况，又该如何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 雪儿，我见过大哥了。就因为三年之约，我打败了纳兰嫣然。云岚宗真是无耻。云岚宗仗势欺人，我知道你心里着急，但是为了报仇，只能忍耐。 可不应该让全族认为我付出代价。我的心情和你是一样的，但是不管前路如何，萱儿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我知道，古族来人了，要把你接回去。谁说的？他们只是来看看我。
狐妖之所以会留下，是因为他另有任务在身，跟我没有关系的。真的？嗯。我好不容易才见到你，萧家现在又出了这么多事，我怎么能这时候走呢？对不起，萱儿，你那天看到的蛇彩翎女王，是我在游历期间认识的，我的青莲地心火也是从她那儿夺得的。她因为收取异火失败，退化成七彩吞天蟒，然后我就把她带在身边喂养。在云岚宗上，她从云山手里救过我一回，所以我欠她一枚丹药。我们只是契约关系，你不要生气了。你不用跟我解释。可是你上次……萧炎哥哥，有些事情你真是笨得要命。其实我知道，我跟萱儿妹妹从小一起长大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是彼此最亲的亲人。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打下强网赛，拿到进入天坟炼气塔的资格。可我这心乱，什么都练不好。白山，虎家，哎，虎家，你这是转行当门神了吗？说吧，找本小姐什么事儿呀？胡家，想不想打赢萧炎？废话，不然我每天练习都记到大半夜啊。我这儿有一本专门克制萧炎的斗技，只要你用它，我保证。不用，本小姐打败萧炎有的是办法。不怕告诉你，我已经找爷爷拿了突破的丹药，我现在已经是斗灵了。胡家，我可听说萧炎跟古族是关系匪浅呢。哎呀，万一薰儿也给了他什么丹药，让他实力飞涨呢？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古妖，他古妖怎么了？给我！万一这个跟你说的不一样，你就死定了。这十张玉牌，便是进入天坟炼气塔断体的凭证。从上一轮比赛中选拔出来的20位弟子开擂之后，抽签两两对战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取得胜利并夺取玉牌的弟子之名，将写入新的强榜。现在入围强榜争霸赛的弟子们出列。7号，11号，准备开赛，走走吧。这个，哎，待会儿赛场上见。11号，对垒者15号。哎呀！小心而胜。7号上场。7号萧炎，加油。对垒3号。
三号。就是啊，厉害，好像是熊爷。三号，虎家。虎家，怎么是虎家？这回真是有好戏看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萧炎若想把名字写在墙榜上，恐怕没有这么容易。为什么？据我观测，虎家已经突破斗灵了。这下难了。可对萧炎哥哥来说，这场比赛不是输赢的问题啊。今天的比赛恐怕争的就是个输赢。三号不是你吧？你管呢？你现在的对手就是我。停！怎么，认输了？哎，别耍赖啊！你欺负人，打我居然下这么重的手。那你自己认输，我不动手怎么样？那你先把这大尺子放下。满意了吗？哎呀！胡家，我们同学一场，没必要下这么重的手吧？破不了我的斗技，你就乖乖认输吧。燕分尸浪池。什么？这是什么斗技？武家这用的是什么斗技啊？有趣，看似是防御功法，实际上若是不突破石阵，对手就会被围死。可是萧炎哥哥并没有打算对虎家使出全力啊。虎家的斗技十分克制萧炎的战斗战术，萧炎不使出全力就想拿到令牌是不可能的。萧炎啊萧炎，我白山到不了的地方你也休想踏足。就收服不了陨落星炎，难道你甘愿做回萧家的废物吗？什么萧家天子，简直就是废柴！萧家是真的没人了。萧炎，喊出来！是怕输，怕输在人前，还是怕被萧薰儿看见你输得可怜？
萧炎，生气就喊出来，不喊出来，别人怎么知道你萧炎的厉害？山再高，高不过人。你说的没错，根本就没有第三种结果。狮虎碎金银。这下够响了吧，萧炎，你赢了！哎呦，还疼呢。啊，没事儿。轩儿，萧炎，我错了，你还知道错呢？就是，你差点把萧炎哥哥害死了。萧炎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唱反调了，再有怎么办？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比赛嘛。耍点小计谋，也算你聪明，我原谅你了啊！同学们，今日的强榜赛更胜以往。根据大家在台上的表现，经长老们的评判，下面我要宣布强榜名次。强榜第三名，萧薰儿。鼓掌。强榜第二，虎嘉。承让承让。并列第二，萧炎。并列第二，不是，院长。您是不是搞错了？那第一是谁啊？至于这第一嘛，在那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是什么人？这里是迦南学院药林，你怎么私闯进来的？我们之前是有过交易的，你忘了吗？是你，就是你用假药害我，对不对？小兄弟，你这斗气怎么亏虚到如此地步啊？少用你的假慈悲，不都是你的假药害的吗？走，跟我去见长老，把事情说明白。走。哎呀，看来是心急了。我给你的丹药是需要留出时间消化的，而你刚刚服过猛药，就急于强行提升斗气等级，况且还与人打斗。你想想，你这身子怎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啊？你别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。我的药从未出现过差错，否则我就不会自称是黑角玉药皇。黑角玉，封城药皇，你是封城药皇？你仔细想想，除了迦南学院，整个加玛帝国
谁能给你这紫心破账单呢？你既是封城药皇，又何必遮遮掩掩？你是觊觎我们迦南学院什么宝贝吧？何来觊觎之说？不过，就是听闻，贵校有个宝贝，就在天坟炼气塔之内，慕名而来，想见识一二罢了。你想进天坟炼气塔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是外人，你是绝对进不了塔的，不可能！别急呀、啊，其实帮你恢复斗气，并不难，只要你给我行个小小的方便。脉搏还是很弱，萧炎哥哥，要不我们去找苏谦院长，让他找大家一起为大哥诊治。除了药老，没人能治大哥的伤。药老，轩儿，你一直不追问我的过去，我知道你是相信我，但这件事是时候该告诉你了。其实我有一位很厉害的老师，是中州的药尊者，我所有的斗技，所有的本领都是他教我的。稳住大哥伤势的也是他。中州的药尊者？嗯，原来萧炎哥哥的老师是这么厉害的人物。那这位药师尊现在在哪里？我们一起去找他。在这儿。脑子里面只能听我的声音，我哥的命就靠您了。开始吧。把斗气调动到两手之间，集中到背上风门处，
开奇脉。上天保佑，大哥一定平平安安的。药师尊，大哥就拜托您了。这怎么样了？水。好。水来了。喝进去了。多亏了药了。嗯。萧炎哥哥，我想谢谢药师尊。嗯。药老，您怎么样了？你大哥的命算是捡回来了。药老，这位就是。兄儿见过药师尊。臭小子。我这副样子怎么带个女孩子进来？药师尊，您别怪萧炎哥哥，是我自作主张的。熏儿刚刚才知道，原来之前那段日子都是您在纳戒里帮助萧炎哥哥。您是萧炎哥哥的大恩人，也是熏儿的大恩人，所以熏儿是一定要来当面跟您说声谢谢的。怪不得这臭小子一路上一直念叨你，果然有他的道理啊。真的吗？您怎么老揪老底儿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面都见过了，你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，马上去找冰火龙虚国，想让你大哥复原还需要再炼一味药来。嗯，我这就去找，你留下来照顾药师尊。好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两个都去吧，免得一个留着另外一个还想着呢，吵得我不得清静。哎，药老，都去吧。冰火龙虚果是绝品药材了，现在应该只有学院的丹房能有库存。哎，这学院不是有个药林吗？药林啊，学生是禁止擅自进入药林的。哦，好像是因为那里面有怪物。这怪物听说啊，非禽非兽，十分凶猛。之前有学生误入了药林，就被他所伤，后来学院药林就被封禁了。现在学院所有的药材制取都要经过好长老。那这药林真有怪物啊。所谓的障碍被希望覆盖，用正直的期待滋养着热爱，积极向光明带肆意的盛开，我现在不会再被亵渎。都不该被取代，一次次逆袭，褪去刻板的烙印，一层层转机，描绘热血的定义，永远记得。总是慢慢转动，不回头，不回头。
是傲气在，为万物的青睐，面对这时态，不会被谁安排，不记得例外，谁明白我从来不服输。我相信的未来，它一定会到来。说实在，都不该被取代。一次次逆袭，褪去刻板的烙印，一层层转机，描绘热血。